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很开心啊，这个本来安排两个人发言的，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给他下一次机会啊，对不起。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啊，开始看图腾。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请师父帮我看一下我的爷爷，1931年属羊的。你的爷爷是吧？对，他胃部不舒服。现在还活着是吧？对，1931年属羊。想看什么讲吗？他胃腹部一直不舒服，晚上。知道了，知道了。那我现在从上面帮你看下来，你的爷爷睡眠不好，是有咳嗽有痰，是再往下看，心脏有早搏现象，胸闷，是肠胃有萎缩，有胃溃疡。对对对，这一次做过胃镜了，就是胃溃疡。看见吗？感恩师父。再往下看，你爷爷小便不干净，有前列腺。对对对。老人家，我看他还是锻炼身体的。还是锻炼身体的。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2点钟起来就打扫房子，就打扫房间，打扫到4点钟开始就念经。首先我想跟你说，他有一个女的年纪大的在他身上。是的师父，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修也跟我说有一个女的在她身上，然后她应该自己做梦做到过。你问问你爷爷，是有这么一个女的。你要叫她当心一点。我们之前又许愿了108张小房子给这个女的。现在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就是要动手术。我爷爷在今年的7月2号，之前我给他放生了100只甲鱼，然后当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给他放生了900多条鱼，8点钟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摔跤，出了好多好多血，吐出来好多好多血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要止血。我告诉你，你现在我问你，他现在念经不念经啊？念经。但是断断续续。许愿了吗？他许愿是1个月吃25天素。一个月。是。一个月25天素嘛，咬咬牙嘛，不全素了吗？我们家里就一直是吃素的。我告诉你，25天非常有慈悲心，有5天没有慈悲心。这个人算有慈悲还是不慈悲？没有慈悲心。好了，听得懂了吗？听得懂。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叫他要许大愿呢。好，好吧。好，我告诉你，我看他肺也不是太好。是的，他之前还吸烟。你要叫他好好的念经。这个女的大概要85张小房子。85张。现在85张，她可能会暂时离开她身上。有时候压着她喘不过气来。对对对，她晚上就经常说这气喘不过来。对对对对对。感恩师父。明白了吗？明白。好了，现在叫她念85张小房子，好好的修心，好好的许愿。而且呢叫他自己要念，学会念心经。他都会念，小房子也会念。哇，你爷爷脾气倔得不得了。对对。我看到他了，个子也蛮高的。眉毛浓浓的。对对对。鼻子还很高。是。蛮好看的。谢谢师父。老人家蛮精神的。
好了。好，感恩师父。师父，您再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你家佛台主人是属什么的？是1958年属狗的。1958年属狗的。对。佛台呢还可以，佛台还可以，这个人呢曾经呢修过很多就是拜过很多的佛。是。是。那个家里呢好像还可以，就是这个佛台的面对佛台的右面呢。这房间里边呢、不是太干净。那边是仓库。是什么仓库？看见了吗？你们记住了，仓库是最脏的地方。不是仓库，是仓库。窗户啊，窗户是吧？那你们家窗户对面有一个好像房子也不叫什么东西，离得很近啊，离你窗户。那大概是阳台吧。很近，你不要在那里晒衣服，避开佛台这个位置，过去一点，那个地方不能晒衣服的。哦，好。明白了吗？明白。家里弄得蛮乱的。是吧？你自己好好打扫打扫了，尤其佛台这里，很乱。好吗？好。其他没什么，还可以。护法神来过，菩萨没来过。菩萨没来。好吧。还可以。好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金卢金红台长师父。我想问一个，我是1955年属羊的，我想看一下身体。你要注意啊。你的身体非常不好，我告诉你，这一块心脏还有乳腺都有问题，听得懂吗？知道。而且有一个老人家老爷爷在你身上经常来看你，所以你晚上会睡不着觉，你现在的记性越来越差。对。小便多。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呢？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的公公我的父亲我都做到过。我讲给你听这个人的样子好吧。好。个子不高，头有点圆圆的，眉毛当中空档很大，两根眉毛是靠两边的，眼睛有点圆，这里两条特别深，是公公还是说不清楚，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像你的公公。像我的公公啊。我告诉你，眼睛大大圆圆的。对。那是我的公公。因为我给他抄送过小房子。对了，他对你很好啊。对。但是你对他后阶段不是太好啊，你要好好的修啊，你要自己要忏悔啊。你后面让他很牵挂，而且你让他比较伤心，有一件事情。走的之前，他有一件事情非常伤心，你要好好的要忏悔的。感恩师父。你要给他念小房子，大概要76章。好。好吧。好。你这个人一辈子为家是做了不少，但是你太自私，你一定要改毛病的。
听得懂吗？懂，师父。你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的话你会出大毛病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妇科出毛病了，子宫肌瘤，刚刚我看到，还有腰椎不好。嗯，腰不好，对。你自己记住了。好，感恩师父。你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好。你的血液也不好，你的心脏也不好。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啊，人有时候很多不好的凑在一起就走人了。你自己要好好改毛病，你不能发脾气，你的脾气像男人，性格太倔。我说对不对啊？对，师父，我会好好修。好好改毛病啦，明白了吗？师父，那我需要多少张？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先念108张嘛。好。好吗？好。嗯。那放生多少鱼？3200条，好吗？好。每天要踢腿，要走路。哦、你的脚肿。对对对对，感恩师父。师父给我看一下一个亡人好吗？讲吧。我的先生姓张，弓长张，光宗耀祖的耀，祖国的祖。张耀祖。对。什么时候死的？2010年1月。你给他念多少小房子了？反正有几年多，每年中元节啊、清明节啊、春节啊，记得多念多少抄送小。张耀宗是吧？张耀祖。张耀祖。个子比你高很多。对对。高一个头。对对对。在阿修罗道。感恩师父。你要记住啊，还要把他抄上去。好。你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并不是很喜欢你，你只有把他抄到天上，他可能会饶过你。他现在对你非常不好，听得懂吗？啊，懂。哎，你自己好好的，活着的时候对他太严格了，太严厉了，明白了吗？对。嗯，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嗯、感恩师君卢俊宏台长师父、嗯，谢谢，感恩。嗯。师父啊，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念经啊。感恩师父，真龙台长师父，我帮我看图腾，帮我看那个家。啊，看图腾啊！我已经在准备了。家里的。我已经在准备帮您看图腾啦。是不是家？我说错了，家里那观世音菩萨的佛台，帮我看一下。什么？我谢佛台，帮我看一下。我师父好，我帮他问一下。他想问一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他是1953年的，属蛇的。我们这个胡家、嗯，有啊，长期睡眠不好。啊，对。过去有过神经衰弱，神经衰弱症。对对对，我还有脚还抽筋。年轻的时候。吃过太多活的海鲜了，听得懂吗？懂。还有，身上有一个小灵性，掉过孩子。有掉过孩子有。你要赶快把它念掉，明白了吗？我这段时间有练啊，我有练，练就可能还不够是吧？你吃全素了没有啊？吃2年都差不多快3年了，陈师傅，从那个五年到香港开法会，你的肠胃还是不好，肠胃。
对对。你的肠胃不吸收。对。便秘。对对。所以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念经啊，一边念大悲咒，一边揉肚子，明白了吗？ 我现在早上四十九片大悲咒，二十一片心经。五片，现在以前是三片的里头大忏悔。我问你啊，你把那个小孩子念了几张小房子了？怎么没走掉了？可能有四十多张。没走掉啊，还在你身上啊？我不止一个啊。问他要需要多少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小房子？一个，两个，有，你一共打掉三个。对。现在还有两个，还有两个，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你好好的念经啊，老妈妈，否则会影响你的身体的，明白吗？念经我现在有练了，就是练不多。好好多念嘛，你的肠胃很不好，你要吃保暖，要多吃热的东西。好，明白吗？ 好，谢谢。少吃凉的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你在家，我家台的家里面佛台，你帮我看一下。你家里的佛堂啊？嗯。这个老妈妈，你别看她，家里都蛮漂亮的，蛮大的。你夸张吗？谢谢。她家里哦，她家里蛮好看，她家里好像还有一个楼梯，还有一个阁楼，还有一个吊灯。对，还有个落地窗。哎呀，沙发老式的一点，其他都蛮好，佛台还是蛮亮的。佛台。佛台还是蛮亮。佛台你是进门，进门靠右面，就是进了课堂客厅啊，到底的靠右面。我的大门是靠那个这个。东面对啊，这个佛台，我说你进去了之后佛台是放在靠右面的。对，鼓掌。家里我都看得见。老妈妈，我告诉你，你听台长的话。 好吧你吃完的东西，吃不完的东西啊，要放回厨房间。你不要放在你客厅的桌子上。好，影响气场的。你现在房间里，我刚刚过去，你的房间里都有味道。对了，我们房间的卫生间啊。看见了吧？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房间里要风水好，最好客厅里放一盆花，花能够转换气场的，所以很多人一看花心情就好。有时候回到家里有一盆很好的花，花是在生长，生植物它是有生命的。所以他会照样转换你的思维，转换你的气场。啊，妈妈听得懂吗？听懂。不要把那些吃剩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好。还盖着呢，我都看见那个碗们非常古老。谢谢师傅。希望我们可以请问一下王仁嘛，王仁。讲吧，赶快讲吧。我的爸爸了，陈和顺。姓陈，姓陈，对。和平的和。顺呢？顺利。陈和顺什么时候死的？这个是2010年出去也个，不是个是那个出去也找不到，现在还找不到了。啊，就是说没找到。不知道死还不死。啊，你不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的。啊，还不知道。哎，走出去走散多少年了？是二零一零年走散的。你要告诉他，我告诉你，台长这种东西不看的，但是我可以看到，我只能讲话，你自己只能听我的意思，听得懂吗？好。陈和顺是吧？对。他
到你梦里来过。但有我有来过。你做梦做到过？有做到，我做到。我知道，我知道。好了，我其他不想讲了。好好好，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懂。啊，你好好给他念经吧。好，念感谢师父，念几张小黄纸给他。至少七十六张。七十六张。嗯，他有点老年痴呆。对。希望我念小王进来还要多少张给这个？你就慢慢念吧，念到找回来为止吧。我现在许愿大概一个人八十张可以吧？他听不懂我讲话，他听不懂。嗯，好啦，老妈妈，好好念经啊。好好好，好吗？你念得好的话啊，一切都会顺利的，好吗？好好好，谢谢师傅啊，谢谢。所以人很可怜，当自己失去的时候没有办法，那是最可怜的时候了。所以一个人千万要做好事，请讲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鲁台长。我想问一个亡人，叫密卫国，保密的密，下面没有山，卫是保卫的卫，国家的国。2016年12月1号去世。我想问他在现在在哪里？男的女的？男的。是你爸爸？是我爸爸，是我爸爸。他死了有点冤枉。个子不高，头圆圆的，人很善良，脾气比较倔，很正直，他有艺术细胞，听得懂吗？听得懂。我告诉你，你也不要难过，他现在还在中阴身呢，也没上去也没下去，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好的，明白吗？明白。他现在不是太好，到处在飘。你知道你为什么哭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嗯，刚刚就站在你后面。死的时候人缩掉不是很长了，听得懂吗？听得懂。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要帮他好好念小房子，大概108章。嗯。他虽然不是太喜欢你，但是他对你有恩，他救过你两次，你小时候有一次生了很重的病都靠他。台长说的对不对啊？对。你记住了，有时候缘分没了就没了，你自己好好的念108章小房子，念完了之后，台长现在跟他讲，叫他到你梦里来看你，你会看到他的，穿得整整齐齐来看你，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他在哪里。如果他没讲话，如果你只要做梦做到他在哪个地方，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你他在哪里，好不好啊？好的，好的。你要知道，他现在告诉我，他现在讲你没用的孩子，你太老实了，而且说你被女人骗，听得懂吗？听得懂。所以你，我觉得你自己应该好好的学，增加智慧，帮爸爸超度，比你活着时候孝顺还重要，明白吗？明白。你自己好好努力啊，台长告诉你，你爸爸现在还算自由，赶快给他念，还要给他念54遍礼佛，加上108章小房子，你很快就能做梦做到他了。好的，好的。很老实的一个人，你爸爸很老实的。好的，好的，知道了，我知道了。感恩台长。脾气嘛，倔得不得了。嗯，我在看他过去，
他也有过喝酒啊，你爸爸小年轻的时候，好好改毛病，帮他好好念啦。好的，靠你了。好的，我知道了。好了，我再问一下我自己，71年的猪，看看身体怎么样，大师。身体不好，肾脏，腰不好，你这个人喉咙啊，这个段不好，还有下面这一段不好，听得懂吗？听得懂。你一定要当心啊，你就是操劳过度，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人气量不是太大，你要想开一点，很多事情人家欺负过你，你就算了，不要再去记了，记了你会很痛苦的。你这个人又不能够去跟人家有什么争斗，因为你这个人不会跟人家争斗的，你总是退的，所以你就索性就把人家对你不好你就忘记就算了。好的好的，好吗？做到的。好的、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你再怎么傻你一直会有点钱的，所以你的经济不会太差。还有要注意，最后教你一句事，就是要当心婚姻。你的婚姻命根当中有两次，所以你特别要当心。你现在结婚了没有？结婚了。结婚了是吧？这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前面谈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谈过了，后来崩掉了，那个女的把你甩了，至少一年以上，这个也是谈过一个，这个也算一个的，那你这个就可以长一点了，听得懂吗？肯定，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好乖乖听老婆的，你这个人一辈子怕老婆的。听得懂吗？你爸爸呢就是不喜欢你这一点，因为你爸爸不怕老婆的，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帮爸爸好好念经，自己跟自己的太太多念一些姐姐咒，多给太太念一些心经。我觉得你人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很愿意付出帮助别人，所以你好好修，要更多的帮助别人，不要太自私，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好的。好了。这个佛台设的怎么样，台长，看，帮我看一下佛台。还好啊。佛台边上上面有一个空调，过来一点。蛮好，观世音菩萨还来过呢。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台还蛮高的，蛮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好。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好好念经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圣一切诸法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弟子想请，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弟子想请师父看图腾，看我女儿2016年猴，然后她得的是。不要讲，不要讲，我都看得到。2012年的猴是吧？2016年的猴。什么？2016年。猴是吧？这个出毛病了。脑子出毛病了，有一个很大的灵性在他身上，他现在人站不直啊。对，他是还不会讲话，就会叫。一个灵性，很大的灵性。那灵性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多少条？至少350张。350张小房子。我告诉你，这个孩子除非你们许大愿，否则很难养大。我已经许大愿，否则很难养大，听得懂吗？听得懂。命不长的。
大概要许多少？放生是吧？嗯。六千条鱼吧。六千条鱼。好吧。是，谢谢。我告诉你，这个孩子本来不应该出来的，是不当心出来的，就是人家瞎投胎，小鬼瞎投胎出来的，就是本来可能你们不想生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嗯，台长都看得到，你现在既然生出来了，你想他留他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念经了，帮他消业了。他的业蛮重的。他现在几岁啊？他现在十三个月。十三个月。十三个月。你去问医生好了。像他这种病啊，有点像唐氏综合症一样的，脑子出毛病。像他这种孩子，大概活到四岁左右一个劫，过得了就活下来，过不了就死了。明白了吗？是说，就是这样，很短。是的，大家看到吗？台长跟你们讲的啊，一定要好好的修啊，所以跟你们讲，你们要听啊，这个是冤结啊，听得懂吗？听得懂。请问台长，我的功课应该是多少？你的功课你要多念心经，每天念27遍。我现在念27遍。嗯，礼佛呢念5遍。嗯，好，好吧。好，礼佛太少。大悲咒我现在是3遍礼佛，大悲咒是多少？大悲咒最好念49遍。49遍大悲咒。好吧。好，这孩子晚上睡不好。是的，每天晚上白天蛮好，晚上就不行了。晚上行3、4次。晚上就是鬼上身，明白了吗？好几次。是的、哎、好吧。是的。那请问师父，如果我好好修，他将来能走路吗？就是过了4岁这个劫会走路吗？你尽量吧，现在目前来讲你修行还不够精进，我只能讲这个，你现在的功德根本 cover 不了他，根本保护不了他，你功德太少了。嗯，明白了吗？好好修。嗯，你要做很多很多功德。嗯，你把大法会的功德都给他。嗯，然后他才会好起来，才能保住他这条命。我有些话你先生在，我不能讲了。感恩师父。啊，他身上很多的冤结来自于你先生，祖上。祖上，对，嗯，他家开饭店的。大家看见了没有？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学佛做人不要去造这个因，永远不会有这个果，明白吗？好好努力。你先生人还是蛮不错的，他对你很爱，明白了吗？但是呢，的确是因为祖上有问题，你要叫他最好一起念。明白，明白吗？明白、啊、照着那个英文的大悲咒念，念出来声音跟中文的一样，用英文念。Yeah, I let you in the, read the Buddha notes. We have got English notes. You can read. Yeah. After read, you everything is getting better. 他读了英文的书，然后所以他也很相信，所以很支持我。对呀。说马上到师父到哪里法会，他都支持我去。我看看他前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人喜欢探索。他几几年属什么的？他55年属羊的。55年属羊的。You man。是。55年属羊的。哦，他家里跟皇亲贵族有点关系的。他曾经是个女人。所以他很。你他国语听不懂吧？听不懂。哎，他有点女人样子的，他经常哎呦嗲的嘞不得了。是的，是的。像女人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而
且他很尊重女性啊，对呀、啊，很尊重女人呢、啊，很理解，很理解我们。当然了，他非常好，嗯，嗲得不得了，嗯，哎呦，能干得不得了，还会做饭，嗯，说出来这个饭不洋，不稀不中不洋的，嗯，是的。很好，但是你讲话要当心，他很容易记住你的话的。是的，他记性特别好。你这个人呢，像男人，他像女人，你大大咧咧的。是的。他一句话，哎呦，研究半天。是的。嗯，你得罪他，他就一直想哦，想哦，对不对啊？您太厉害了。那、yeah. ，I just help you and change her the habit。我在告诉他，我说我在帮你纠正你太太的毛病呢。好啦。请师傅看一下62年的牛女的。你如果好好给她念经，孩子给她加紧的放生念经的话，如果在2年之后，这个关节大概是2年之后的8月份，嗯，也是这个月份。如果有改观的话，他的命就可以延续了，就是靠最近这2年。感恩，好吗？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啊，求菩萨保佑他了。我已经就看看孩子都很可怜，对不对啊？他居然很喜欢我们华人，所以我们就对他很好。You love Chinese, go. So we are love you. 是的，他说孩子一定要学中文，一定要把中文说好。啊，说中文好了，也是中文，念经啊，念经啊，好了。麻烦师傅看一下62年的牛女的颈椎脊髓压迫神经。62年属什么？62年牛属牛。脊柱。对。这里。嗯。而且有一个手臂现在抬不大起来，酸痛。嗯，是。很好的一个人，你这样吧，你帮他念小房子大概要68章、啊、然后给他放生，给他放1200条，而且要每天给他喝大杯水、啊、好吗？好，谢谢。然后叫他动，晒着太阳动、啊、好吧、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家佛台，我家佛台还蛮好，你家佛台蛮好。谢谢谢谢。嗯，感恩师父，非常感恩师父。嗯，你家客厅呢不是太大。嗯。哎，客厅不太大。嗯，睡房倒还可以，倒还可以，客厅不是太大。嗯。然后呢，门前有棵很大的树。嗯。你要在门后面贴一张山水画。门后面贴张山水画、哎、你门口一开门、啊、有棵很大的树，我那个树可以把它砍掉、哦、你砍，我没叫你砍，我不懂，不好意思，对不起，你对不起，不要砍的话我叫你贴个山水画嘛，好了、哦、贴个好吗？嗯，好，感恩师父、嗯、好了，问题问完了，好，感恩师父。嗯，我家佛台菩萨有没有来过？南京菩萨来过，观地菩萨来过，我看看啊，观世音菩萨来过，一个月之前还来过一次。我家设佛台第二天我就梦见2次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还有观音，看见了吗？当天就是我梦见我回老家，然后有一片大的水，我妈家里有一个水库，然后我一下就见不到边，然后就想我家在哪，找不到找不到，我急死了，然后突然间远方有一道光，然后我就好开心，就找到我自己回家的路了。后来同修跟我说、嗯、你就找到心灵法门，就是你回家的路。嗯，真的很感恩，感恩，好好努力好吗？把孩子尽量养大，谢谢，我一定，好吧，你至少自己要有信心，是，对不对啊？菩萨才会帮你，你连自己都没信心，菩萨怎么帮你啊？是，我一定努力。他很爱这个孩子的，是的，这个孩子我告诉你是他欠的。
他晚婚晚育。是的。感恩师父。听得懂吗？感恩师父。他很好，他都很懂中国人的规矩。是是。就是太是太仔细了。嗯，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好了好了。谢谢，感恩您。Thank you, thank you.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师父。嗯。我想问一下，我妈妈1947年的猪，我妈妈念经有3年多了，但是她到现在还是很怕冷，然后腿特别是很冷，现在都穿了3条裤子才行。不知道应该念。几年属什么的？1947年的猪。看身体是吧？是的。啊，你妈妈首先骨头关节缺钙。哦。所以她的腿啊，一直站不住。起不来。老妈妈，我说的对不对呀？对对。你妈妈家族性有人心脏不好，所以她的脚一直是凉的。啊，对，现在就是想说她的脚怕冷。现在穿几条裤子里面冷出来的，不知道怎么了。她说什么？她说她的脚是从里面冷出来，特别是那个右脚，右脚，她的右脚最冷，是左脚好一点。是是是是，很冷的。那老妈妈，我告诉你，首先你的血到不了脚，所以要泡脚，明白了吗？明白。第二，老妈妈你要经常念大悲咒，每天要念大悲咒49遍，会不会念呢？会。每天念49遍，要吃全素。啊、哦。吃了没有啊？吃了一半。现在开始吃。现在吃。15天，现在吃15天，知道知道。啊，现在开始要吃全素了。啊，好好好吗？好，你吃全素，我现在马上让你右脚热起来。你要是不答应我吃全素，我现在不给你看。好，好好好。你吃全素吗？吃。许愿吗？许愿。许愿。好，嗯，啊，老妈妈，你现在的这个右脚是凉的啊。那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啊，眼睛闭起来啊。妈妈，右脚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热了？是啊。看见了吗？相信不相信会好啊？相信。要念经吗？要吃全素吗？要。要。啊，我告诉你，刚才已经帮你治了，啊，你现在这个腿啊不会凉了，很好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老妈妈，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个毛病，你的小便很不好，尿频尿急，小便多。是。两个手念大悲咒，念完之后搓，然后自己搓后腰，明白了吗？明白。好好的搓，老妈妈，你活得很长的，你记住了，你会长命百岁的。谢谢，感恩，感恩。你这个、我的妈妈现在都103了，看见了吗？妈妈103岁，还会自己还煮饭，自己还煮饭。我告诉你，老妈妈，你呀、啊，好好的修心啊！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长命百岁，就是你也能活到100岁。谢谢，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老妈妈，你要记住啊，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你就是不记人家的仇。
人家怎么对你不好什么，你笑笑一会儿就忘记了，对不对啊？对，大家记住，想活得长，不要把别人的缺点放在自己心中，放在心中太多别人的缺点，你的心就会变了爆炸，不会不好，所以你就活不长。老妈妈你记住了，好好念经学佛，活得长是让你在人间多做功德，不是让你苟延残喘，听得懂吗？听得懂。他就是晚年会有点血压高，你要让他当心。好，血压有点高。好的，师父，想问一下，我妈妈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还有放生多少？还有她说她睡眠也不好。睡眠，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哦，她现在都有念的，念了之后就没问题了，好吗？好。老妈妈，你主要肾脏不好，台长教你一个方法，每天要吃八颗杞菊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我告诉你，补你的脾，补你的肾，补你的腰，补你的眼睛，非常好。你的头发都会慢慢的黑，我告诉你，你没念经之前你头发白的，你现在念了经头发都黑起来了。你问你女儿，我说的对不对？对呀，脸色也很好看，我妈妈现在。感恩师父。好啦，老妈妈听得懂吗？还有我妈妈的功课应该怎么调整啊？大悲咒、心经、礼佛，礼佛至少念三遍，大悲咒至少27遍、49遍，好，然后心经念21遍，21遍是吧？还要念解结咒。好，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另外我想问一下，我爸爸亡人李洪超，洪水的洪，超人的超，什么时候死的？2001年。哦，他前世啊，他就是说不是这一世啊，他前世啊有出过家，是吗？所以他这一世啊，他应该是比较顺利的。是的，但是他最后不好，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明白了吗？哦，他已经在欲界天了。感恩师父。那但是前两天我妈，上个月我妈妈还梦见他，我们送了好多少小房子给他。对啊，梦见他并不是件坏事啊。我就讲一点给你听好不啦？哦，你爸爸鼻子有点圆的，不是尖的那种。是的。啊，好啦。然后他现在还要两根眼袋，这里有两个眼袋。对，是的，谢谢师父。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要不要给他念小房子？给他念，继续念。多少张？小房子，你再给他念84张。好的。他说不定还能上去。你爸爸人非常好，是的，手脚勤快。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快。要记住，人死。这个一个是上辈子的根基缘分，还有可能是今世，所以有时候走掉了，他如果很好，我们在天上也不是件坏事，因为人道是三善道的最下面一道，听得懂吗？听得懂。我爸爸是走得很快，很安详，一下子就走，一点痛苦都没有。对啦，对啦，你爸爸很好，你爸爸就是在走的之前脚不好。是的。鼓掌。师父，我想问一下我的佛台怎么样？你的佛台？对。佛台。佛台，你烧小房子好像就在佛台前面烧的嘛？是的。可以吗？你要把它弄弄好啊！烧完小房子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边上一点，不要放在这个桌子底下。哦，我都有包好，但是。可能没有放好，没放好啊。好的，好吗？好，佛台还可以啊。也是靠窗户的。靠门那边是刚刚好门。对对对，看见有一个东西开的嘛。对对对。可以吗？那里。可以是可以。看。贴个山水画吧。在哪里贴？贴门后面啊。我们上面已经贴了一个蓝色的山水画。那门开门的后面再贴一张。好的。就门开过来那个墙上面。
好的好的，好吧，知道。好，你家里这个佛台位置倒还是蛮好的。是的，谢谢。你自己自己要水果要多换换，我看到几个苹果好像都有点瘪掉了。没，我这几天出来了，没换。家里没有人换，这几天出来。好的，好知道师父。好了。感恩师父。好了。啊，我还想问一下，我家里面的药精者为什么会好，那么一直都有声音？家里的房子。晚上。对，晚上。白天没有。白天没有。晚上要到十一点钟左右，他就来了。是的。啊。我烧了很多小房子。他就不走。现在还需要多少？对。他在你们家正门进去的右手上面。是的，房间里面。叮咚叮咚响。对呀、啊、对呀、啊啊。我一直以为是楼上在响，但是没有，不可能这么晚，白天又没有声音，就只有晚上有。那是什么、啊，师傅？看看是什么、啊。啊，是个动物。对不起。这个动物。啊？嗯。还要送多少张小？嗯。哦，是个小女孩哦。啊？嗯，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哦。为什么会有小？那我应该送小多少张小房子给她？四十九张。四十九张是吧？嗯、好的。好吗？好的。啊、嗯，你想不想看他？看到晚上可以叫他来看。啊，不想。没什么大问题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好了。感恩师父。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佛法传到人间，作为一个新同修，我也希望这次观世音菩萨能够把这么好的佛法传到祖国大陆，让更多让更多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你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请台长看一看2016年的猴女的，看身体。你呀、啊？是我的女儿。2016年。猴啊？对。哎呦，有点自闭哦。是的。你有掉过孩子？是的。赶快念经念掉啊！我已经给流产的孩子念了49章。不够，你要记住啊！你不是一个，现在在你身上爬了3个。在我身上3个。啊、嗯。你要记住啊，凡是胚胎只要一集合、嗯、你如果冲掉了那也算一个。是的。听得懂吗？听得懂。你比方说正常的生理期没来很长时间了，最后很晚来了，那也算一个了。啊，有过。有过不啦？有过有过。鼓掌。好好修啊。一定告诉你一定。三个。好的。一个念43章，还有一个念36章，还有一个念49章。好的，师父。好吗？好的。还有你的心脏很不好。是的。胸闷气急。是的。鼓掌。记住了。记住了。我告诉你，你会有劫的。你这个人啊，像男人性格。是的。不要太倔。明白了吗？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要太倔，对女儿也是的。身体不好，她身上有灵性，你有时候还要照样要打她，或者是弄她。我告诉你，灵性对你意见很大。明白了吗？明白了。不要去搞她。好了。其他没什么。那个女儿呢？我告诉你，灵性走掉之后，大概恢复期1年半，才能基本正常。
现在的心态非常不好，很容易发脾气。是的。很容易不开心，尤其你讲话他听都不要听。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讲话要慢慢讲的呀，你一点都不温柔啊，你像个男人一样，你哪像女人呐？啊，是的，我的脾气比较急一点。哎，较急一点的，对自己讲的都蛮客气的，脾气急一点。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哎，师傅，就是我孩子需要放生多少条鱼，要多少张小房子？600条。那他身上这个灵性？小房子280张。他灵性走了没有？身上没有啊。啊，能看出来是动物还是人吗？人呀、啊。人是一个。你打胎的孩子啊。你有一个，你打胎有这个孩子长得蛮大了，已经好几个月了才掉了。嗯，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你要知道啊，打胎就是把孩子刮千刀万剐一样啊。嗯，很痛苦的。是的，是的，饶不过你们的。他抱在你孩子身上比让你痛还要难受，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痛你孩子就妈妈更难受，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啊，师傅，你帮我看看我念经的质量怎么样？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81年属猴的。你也是猴啊？啊，不是啊，81年属鸡的。错了错了。鸡跟猴随便变的，一会儿鸡一会儿猴啊。对不起、啊。你属鸡啊？身上有灵性哦，啊、在你的腰椎上。你的腰很酸痛啊！是的，我告诉你啊，你而且你的腰啊，第四节、第三节的地方啊，第三节、第四节地方有突出啊。嗯，你自己很酸痛，站了久了，这里就痛了。对对对。啊，小便不好。啊，是的。子宫有肌瘤，很小一个。是的。鼓掌。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好修心啊。好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你人不坏，傻。是的。被人家骗过钱。台长，你说太对了。2次。是的。还要叫你投机取巧。是的。好啦，还有什么事啊？师傅，再看看我们家佛台怎么样？菩萨有没有来过？来过。菩萨不救你啊，我告诉你啊，你女儿啊，差一点点啊，有一次差点点很危险的、啊、对，7年这个时候差一点死掉了，看见吗？鼓掌。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告诉你，都是靠菩萨活着的，大家记住了，碰到事情的时候只有叫菩萨，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什么灾、什么难，你叫菩萨，菩萨就来帮助你，有什么不好啊？师父，我想问问我的女儿，以后好了之后能不能跟正常的孩子一样？80%。她以后可以自理，是不是？可以。感恩师父。现在没什么不可以自理，现在就是自闭，现在就是不开心，现在就是想不通。现在就看见我怎么会生出来这种妈妈的，讲错了，我怎么会被这种妈妈生出来的。师父，我孩子现在不会坐也不会走，现在这个头都挺不直。对，知道，灵性跑掉再说吧，好吧。好的，师父。跑掉之后慢慢做物理治疗，会恢复的。好的。灵性走掉才能做，灵性在你做不成的。好的，师父。你这孩子，我告诉你，讲话都讲不清楚，会叫，然后呢，两个腿啊站不直，然后呢会爬。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就是你打胎的孩子，就是让他这样，站也站不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小孩个个站不直的，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很痛苦的，而且弄他死的时候，先是把他头弄死啊，孩子都是倒的嘛。是的，好好的修啊，不要再轻易的打胎啊，明白了吗？是的，师父。好啦、哎、师父，你再看看07年的猪身上有没有灵性。不能再看了，看这么长时间了、好的好的，师父，感恩师父。07年属什么？07年的猪。
男的女的啦、男的，有没有灵性？我儿子有啊，脖子上也有一点点灵性啊，这个是吃的活的东西，小时候是的，你生他的时候天天吃活的，还补营养呢。你现在只要给他念108遍往生咒，每一天念一个月就好了。但是我孩子现在学习不好，念听不懂啊。啊，好的，好了，结束。好，感恩师父。大家看到了吗？台长经常就是看这种的，所以你们要记住啊，真的，你们以后啊，希望你们不要生各种各样怪病啊，不要生癌症啊，对不对啊？你们什么病台长都能救啊，你要医生说没有办法，你们回家好吃好喝吧，那个时候你们就想到台长了，现在你们可以把我忘记，那个时候就想起来了，现在对我好一点吧。请讲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所有帮助我们的同修，谢谢。我先生3年8个月之前得了脑干出血，捡了一条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几年属什么的？65年属蛇的。我先看看他什么问题。被人家拉过一次，差点死掉。是。他有3天是最危险，那3天简直就是活不了的。非常对。现在大家知道了吗？鬼要来拉人，黑白无常道，你逃都逃不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是拼命的念经啊，求菩萨啊，才把他这条命救下来的。是。你现在放生放了多少条啊？到马来西亚之前我们放了5000条，已经许愿吃全素。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啊？一个人，我放了500条。你吃全素？他也吃全素，是我是在今年6月23号刚设的佛台，设佛台的时候我们就许了吃全素。你看我们的佛有多好啊，帮助你。是的。你说你说帮助你的佛友，难道他们不是菩萨吗？是的。感恩。你们记住了，任何去帮助别人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你好好的念经，你跟你先生两个人，我讲话你不要不开心。过去做过一些生意，或者做过一些不太如理如法的事情。是。明白了吗？明白。好好的修心啊，人间什么都不可得，没什么好争的，有钱有什么用啊，没命，明白了吗？明白。好好的修啊，他现在这个瘫痪，我告诉你，他现在如果这条命，就算地府答应他能够因为他的愿力或者你的功德让他留下来的话，他要能够慢慢的开始动啦，恢复正常啦，大概要8年。是从发病开始吗？对，现在是留了他一条命，听得懂吗？听得懂。但是他要自己真的要改变自己，他做错很多事情，他比你做的错的还要多，你只不过在钱财上面有点抠门啦，多赚人家一点啦，占点便宜啦，他呢是什么？他还接触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包括女人啦，听得懂吗？听得懂。他现在就是身上有很多灵性，一会儿是动物，一会儿是人，从头到脚的打扰他。对啦，他自己嘴巴里还会讲啊，然后这个手做出来这种动作都不是人的动作啊，现在知道了吗？是，知道了。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真的，这Michael Jackson。对不对啊？台长看到他，天上的天猴啊，所以他做出来的动作，人做不出来的。
都是反的，听得懂吗？听得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不要以为啊，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都会发生。所以像他现在就是，我告诉你报应啊。所以你现在要让他好好的念礼佛，他不能念，你帮他念。我现在每天帮他做功课。礼佛念不念？念三遍礼佛。够不够啊？应该不够，我会继续努力。五遍。五遍，给他，我自己念五遍，给他念三遍，我再增加。嗯，你要特别当心啊。他的生日期间要特别对他当心。他的生日期间。嗯。好的，我明白。他每一次生日期间就会有人来弄他一下。好的，我明白。好了，那我需要给他放多少条鱼仔？有的放了，加起来要13000条。13000条、嗯、是他自己吗？你的不就他的，他的不就你的吗？啊、我们两个13000，包括之前的5000条吗？不包括，你过去饭吃过了。好的。你以后还吃不吃啊？好的。那小房子还需要念多少章？小房子啊，念到他站起来。念到他好为止，念多少章了？好了。好的，还有，我现在家里边有两个佛台。2009年的时候，我搬家的时候有一个佛台，那么今年我又设了咱们接触心灵法门以后又设的佛台，我现在怎么处理，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几年了？2009年到现在。两个佛台啊？不是，一个佛台是从今年6月23号到现在，两个佛台、嗯、年底吧，年底慢慢再处理吧。我看你设的那个佛台我都看到了，有像供祖宗一样的，有那个神啊，地神都有的。哦，有弥陀佛，好像还有财神嘛，穿着官服的那个、嗯、那是去年2月份，也是原来那个法门的同修帮请来的。哎，是的。我讲错不啦？你非常对。到年底再说，现在先不要动。我以什么方式去动呢？你们的佛友会告诉你的。好的。好吗？明白了。看看台长的白话佛法里边都有介绍。好的，好吧。另外，我那个我们家房子里面经常有些动静，很不干净，很多人去了都有感应。我需要给我的房子念多少张？上你们家里都发毛，尤其是进了你们家的门的左面。左面。啊，有很多灵性啊，真的麻烦了。你们家里人家当然有感应啊，而且晚上响就是左面的上面。左边上面，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嗯，我怎么办？念多少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49张呀。49张。把你的头发前面撸起来一点，天庭都遮住了，你哪来的运气啊？好的，明白了。一个人头前额要亮出来的，前额一遮住门就倒霉了呀。哦，谢谢师父开示。天庭都不知道要饱满的。哎，什么都不知道的，真的瞎搞了，真的。好了。另外，我还想要帮我父亲。没时间了，快一点了。那他是42年的马。你父亲什么？赵守信，走叉赵。什么时候死的？没有，现在在世。活着用不着名字的。啊，对不起。65年的马。看什么？只能问一个问题了。他一直头晕，查不出任何毛病。心血管，心血管，你就叫他当心一点，24小时监控他的血压，血压偏高。好的。你的爸爸现在脾气憋在心里出不来。好的。听得懂吗？听得懂。他很生你这个气，你是个讨债鬼，你听得懂吗？我是。明白了吗？明白了。你而且是不是很孝顺的，你要告诉你好好的改变你自己脾气，否则你呀、啊、会很倒霉的。叫你先生要好好接受教训，跟你两个人好了。好的，再见。谢谢。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嘴巴不要乱讲，听得懂吗？听得懂。你的嘴巴过去太厉害了，经常骂人，以后不许骂人。谢谢，谢谢师父。下去啊。
你说人可怜不可怜？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金红台长。我想看一下我的孩子，2015年属马。不要讲了，2015年属马，怎么搞的？又是个脑子问题啊，这里出问题了。是的。有一个大头鬼在他身上啊，眼睛很小，像两颗绿豆一样的，头上没头发，然后身体头肿。他有没有做梦？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什么淹死鬼啊？台长，是这样的，我一刚开始念小房子的时候梦见过他身上好像有两个头像显示。看见吗？看见吗？他说两个头像显示，就是在他身上的灵性，大家明白吗？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给他已经念了有1300多张小房子，我想问一下，看收到了多少，还要多少，放生多少？1300张是吧？1300多张。不错呢，还算不错呢，还收到900张了。我谢谢台长。你有没有结缘一点啊？都没有，全部都是我自己念的。念得不错。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这个缘，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自己的业障问题吗？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2015年属马。什么样导致的？啊，你掉过孩子啊？我自己的话，这个是就是第一胎。呵呵。你先生在不在这里啊？不在。不在的话，我就说实话了。啊，你跟你先生不在是吧？是的。公公婆婆也不在是吧？对。不在这里是吧？都不在。啊，我要对人家负责的，不能乱讲。啊，你跟你先生之前谈过一个男的，听得懂吗？我自己。谈恋爱，不当心，有过。好好改毛病了，明白了吗？好好念经啊。好。老实一点呢，明白了吗？没有关系，好好把它超度掉就好了，明白了吗？但是台长，我问一下，我就写我自己的药经者可以超度吗？就写你的药经怎么就好了？明白了吗？现在在他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很容易救的，比刚才那个好救。这个孩子你好好跟他念经，灵性走掉了，他很快就好。现在这个孩子其实也是站不动，也是像人家骨头软的一样，而且嘴巴里还经常乱叫。是的。是的。但是只要他的灵性走掉，他就不会再这样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帮他加持，就是给他不停的念大悲咒，明白了吗？给他放生。台长，这个孩子可以保证他以后可以走路。他已经会跑了。念经之后还是念经之前啊？念经之后。台长，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通过念经三大法宝，孩子已经进步了很多，现在已经可以会说十几个词了，还能会走路了。对，会跑了。过去不会走路，看见了吗？现在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刚刚讲给你听的是以后会走得更好，明白了吗？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有救，没有关系，你好好的念，你一个人能念出这么多小房子，我恭贺一雷，我恭贺一雷。谢谢谢谢。台长，我想问一下，还需要多少？还要放生多少？需要多少？需要有的有的念了，你至少要念到个基数，要念到1400张。快到了，但是就是有一些质量不太好，是吧？念到1400张，它会有个质的变化。它过去我告诉你，连小便、大便都失禁。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看见吗？看见吗？没有解决，1400张之后就解决了，明白了吗？好的。这个妈妈年轻的时候，我刚刚看图腾啊，她妈妈年轻时候很漂亮的，像外国人一样，长得很好看的。太长，我现在才31岁。我又没说你老太婆了。年轻的时候嘛，17、18岁也叫年轻呀，那对不对啦？你说31岁怕老了，31岁怎么看上去像39岁啦？确实是因为，然后老操心孩子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很多。我告诉你报应啊，好好念经啊。好啦，还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下去了。还有一点就是。台长，我问一下，就是刚刚你说的他那个情况，他身上的那个灵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原因造成的。现在应该说是一个人，还有就是他的前世你欠他。是的，我感觉我是好像是欠他很厉害。好了，不要再问了，后面。我想问一下我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台长？每一个人上来都不肯下去呢，怎么有点像唱流行歌曲的人呢？上了台都不肯下去了，忘了词儿都不肯下去，忘了词儿的时候怎么办？你们知道吗？拿个话筒，来，大家跟我一起唱。然后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再继续唱下去。你问什么？刚才？家里的佛台。啊，忘记了我。家里的佛台，家里的佛台，还好。菩萨有来过吗？来过啊，保佑你过啦，弥勒佛。谢谢。台长，我刚刚问放生多少，好像没有说。放生啊，几万条了，至少好的18000条。好的好的。慢慢放，不要一下子。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不能再问。谢谢。给人家问问吧。你们帮同学问一个问题。好吧。不好意思。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问一下，我1956年属猴的，想问什么？问我身体有没有灵性。1956年属猴的。老妈妈很不好意思告诉你，你有掉过孩子啊，在你的腰上。哦，对的，老妈妈，你要记住，年轻的时候妇科不好，听得懂吗？对对对。你呢？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个是颈椎不好，脖子酸痛，对，还有腰不好，对对对。现在再看下来，关节也不好。对。老妈妈，你要记住，你现在两个眼睛，有一个眼睛视网膜有点破裂，所以你的眼睛很痛、很痒、很酸、很干。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念心经，然后喝大杯水。你要用一些眼药水，这眼药水是消炎的，要点的，好吗？好的。你年轻的时候呢，嘴巴比较厉害，现在要改，跟菩萨忏悔，说要改掉自己这些毛病，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长得不好看，年轻的时候谈朋友都谈过2-3个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看看我的图腾颜色怎么样？是猴子啊？啊。几几年的？五六年。你呢？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皮肤很白的，是个白猴。哦。啊，你要多穿白衣服，你就会比较幸运。明白吗？好的，好的。你现在要多穿白衣服，老妈妈好吗？好的。我再讲一点，你脾气不要太倔，你这个人性格太倔强，所以你吃的苦头都是因为你太倔。嗯，对对对。好吗？师傅，你再看看我的业障比例多少啊？业障比例啊，几几年的猴啊？五六年。二十六。哦。还算好啊，二十六不错了，好吧？要烧多少张小房子、啊？一直烧，好好的念经，好好的烧小房子。好的。好吧。还有师傅，我想再问你一下，我在参加法会前。三个星期没时间了，还有这么多人、那我就不讲了。再给我问问一个盲人，就是红青桃、洪水的洪，国庆的庆，桃花的桃。洪庆桃。对，2003年。洪庆，庆祝的庆啊。对。桃花的桃。对。男的女的？男的。还不错，在阿修罗。哦，谢谢谢谢，感恩师傅。再师傅帮我再问一下我们家佛台。好嘞好嘞，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了？没时间了。哦，好好。家里的佛台太矮了一点了。是吧？嗯。再高一点点。好的，谢谢感恩。水要经常换。哦，好的。菩萨来过吗？你家菩萨来过的，你家水果供的怎么这么少啊？哦，一共供了六个。啊，谢谢师傅。好啦，好好，感恩师傅。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金恒。除非为我们自己，我们要让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我看看我女儿，除非为八七年兔。几几年的？八七年。八七年的兔。哦。哦，腰部受损。小孩子的脑子很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脑子啊。还是蛮清楚的。对对。啊。嗯。身上有鬼，听得懂吗？听得懂。有灵性。哦。你们家里有一个过世的亡人，经常在他身上。哦。我看看是男的女的啊？啊，一个爷爷。哦。他有没有个爷爷过世啊？有。看到过他没有？看到过了，看到过了、啊、很喜欢他的是不是、啊、是。对，好好念经给爷爷，不给爷爷念经，这爷爷老到他身上。他现在这个腿不能走路。就是啊，小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身上啊，不让他跑啊，爷爷在身上啊。那我们现在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还要放多少条鱼？给爷爷至少念108张小房子，好吗？念完之后，就爷爷会不是经常来在他身上了，会有时候来，有时候离开。是他，他已经结婚了，是娘家的爷爷还是他婆家的爷爷呢？他几岁啊？结婚了？他31岁了、哎，他都有小孩了。你看看，可怜嘛。嗯，像小孩子一样，哎，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很活泼可爱的，他现在讲话口齿不清。哎呦，
我告诉你，我先把重要的告诉你，他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有问题的，他的孩子啊，以后也会有这种问题的。我听得懂。嗯，我看看为什么啊。感恩师父。麻烦了。哎呦，他上次生这个病的时候差点死掉，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知道。要把他带走，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天上小仙女逃下来的，你知道吗？好了，还要讲吗？所以很多事情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真的，我跟你说了，一个人呐，在哪里都要守规矩，在天上要守天规，在人间要守法律，在地府要守地律，不要乱来，乱来一定会出事的。他乱来啊，逃下来啊，你看看，叫他不能动了，要带走他的。请问师父，他像现在这个事情只有靠菩萨了，这个事情要惊动天庭的，像他要留下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很难的，要把他带走，上次就把他带走了，他不应该生孩子的，逃下来的。我问你，他是不是小时候长得漂亮的不得了啊？是。鼓掌。人见人爱，人家都喊他小公主。看见吗？对，我们老家人都觉得小，见他都喊小公主，小公主。小什么？喊他小公主。她长得很白，特别漂亮，人家都叫她白雪公主。啊，白雪公主。是啊。我刚刚听到一个小花狗，小花狗子。那白雪公主跟小花狗差了太远了吧？啊，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天上下来的。太好看的人，我告诉你，不修心活不长的，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好好念经吧。这个孩子要现在要现在开始要停掉一切欲望了，就是不能再有淫欲了，否则嘛就准备走了。那现在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要放多少条鱼？请师父开示。好好念了，没办法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许大愿，如果你不在菩萨面前大忏悔，我告诉你，他还有两年半一个劫，听得懂吗？听得懂。好了，师父，你给我看一下他家佛台什么样。他家佛台啊，啊，佛台蛮好啊，我现在看到了，这小丫头是莲花宣子。嗯，莲花仙子在人间太肮脏，完全污染了，我告诉你，不把你带走，呵呵，所以不要开玩笑。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们知道中国传统有句话叫红颜薄命，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红颜长得好看的人到人间来，他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明白了吗？还债的。明白。嗯，那现在有什么给说呢？好了，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现在都教你了，好好念经了，我有什么办法？感恩师父。谁叫他逃下来的？好好的求，我告诉你，求求南京菩萨吧。南京菩萨是很善良，经常帮人家去打招呼的，用人间讲叫什么？经常帮人家去讲好话，做中间调解人一样的，叫什么？也说合适，啊，就跟人家讲，哎呀，对了，算了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叫他好好求求南京菩萨，说不定他这条命还能保下来。好，感恩师父。从这两年半走了。感恩师父。好啦，感恩师父。结束。好。师父，他要多少张小房子？一直念。一直念。180张，先念180张，之后不停的念，念到毛病好。感恩师父。啊，让人家后面老伯伯了。嗯。感恩师父。你好好乖一点啦，听得懂吗？听懂。你现在回去还
还能够回到天上，但是不会已经到超脱六道了、嗯、听得懂吗？你要是再做坏事的话，我告诉你啊，下辈子再投人了，六道轮回了，明白了吗？明白了。你自己想想啊，年纪轻轻啊，你的感情生活已经多少个人你还不知道啊？你知道你自己做错多少事情啊？这么小就开始乱七八糟，你知道现在上面告诉我你有几个男人知道吗？曾经有六个，不是结婚，听得懂吗？听懂。听懂，好好改毛病啦！一条命值还是这种事情啊？好好的改毛病啦，好好念经，听得懂吗？听懂。希望两年半我还能见到你。再见了。感恩师父。老伯伯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师父，我罪业障自己背。我是1954年马。1954年属什么？属马的。属马。啊。哎呀，老伯伯是个大好人呐、啊。人好得不得了，一辈子几乎没做过什么坏事。老伯伯你很正直啊。啊，老伯伯我讲一句话好吧，你不要不开心哦。啊，你跟天界啊，跟那个斗战胜佛有缘分。你们看看，仔细看看他像不像。老伯伯你的精神很好，你学过拳啊，对不对啊？对。老伯伯你现在要我看什么你讲吧。现在鼻炎和淋巴炎。要你看身体是不是啊？对。我从上面看下来，脑子还蛮有用，记忆力差一点，眼睛很好，鼻子还可以，喉咙这里不行，咽喉啊。哦，你这里动过手术的。对。鼓掌。对。再看下来，心脏一点点问题，肠胃不好，你的肝要当心。年轻的时候喝过酒，不喝酒的，没喝酒，喝了一点点有没有啊？啊，对，嗯，再看下去，老伯伯前列腺有点问题，小便，嗯，对，嗯，还不错。脚还是挺硬朗的，但是关节不好，对不对？老伯伯，你现在几岁啊？63岁。63啊？对。你看看63怎么看着这么老的啦？63，我看看你还能活多少年啊？老伯伯你现在记住我一句话，如果你再为一个家里的亲人操劳的话，放不下的话，那你命会减掉很多，听得懂吗？听懂了。你现在为这个人求得太厉害了，我讲话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嗯、你应该至少活可以活到83。谢谢你啊。我告诉你老伯伯，你牙齿没几个坏的，换了几个基本牙齿都还可以的，我说对不对啊？对。你现在不要再为家里有一个孩子你是欠他的，你担心太多，我说的对不对啊？对。老伯伯你拜过那个斗战胜佛吗？孙悟空吗？我没有佛台。你做梦做到过他吗？对。现在知道了吗？大家
都是有缘分来的，所以不要不相信自己的缘分。老婆婆，我告诉你，你好好的活着，他会帮助你，好吧？你担心的那个，谢谢，你好好念经就好了。就是我想问你一下，你学心灵法门有几年了？将近五年了。五年了。啊，五年了。吃全素了没有啊？吃全素了。嗯，很好。嗯，我看看啊，我看看你师父对你的评价啊。不是我，他的师父是谁你们知道。好，他说你很好。嗯，老伯伯，你告诉大家，你这辈子没害过人，你告诉大家是不是？是。现在记住吗？我告诉你，你们一定要记住，你害人一定会有报应，你不害人一定会有善报。所以老伯伯，你好好念经。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下次不定要肺炎。什么？肺炎。师父他得了肺癌。肺癌是吧？啊。我看看他的肺啊。啊，右面。对。这个地方。对。你是个好人，帮你加持一下，把它弄掉。眼睛闭起来，好吗？是不是啊？舒服不舒服啊？舒服。你过两个礼拜再去抽查一次指标，看看下来不下来，看看癌症还有没有嘞。嗯嗯，好不好啊，老伯伯？好的，好的。记住一句话，你吃一些牛黄和清热消毒的中药，包括六阴丸、片仔癀，还有啊牛黄，老伯伯听得懂吗？听懂了。好吧，不要吃火锅，不要吃热性的东西。嗯，好吧。好的。告诉你，两个礼拜听你的好消息。嗯嗯，谢谢。好啦。谢谢，谢谢啊，谢谢。啊，祝你长寿啊！谢谢师父。哎，好。大家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台长非常感谢大家来看看我，也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念经。马来西亚是台长非常热爱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有将近超过百万的信众啊。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学佛，好好念经啊，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去告诉那些不相信的人啊。我还是那句话，菩萨真的存在，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的修心。我告诉你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有求必应。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好爱护师父，等到医生跟你们说回家，你们好吃好喝去准备回家，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到师父，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救你们的。有一个原则，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听得懂吗？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等到你肉身真的全部都坏了，这个灵魂也进不了了，就是菩萨硬让你活着，你没有这个身体了，你也活不了。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今天大家都得到加持。我可以告诉你，昨天观世音菩萨给大家洒净瓶水了，前天观世音菩萨洒曼陀罗花给你们，你们这两天真的是福气得不得了了。不是我一个人看见，很多人都看见，
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你们要记住，一个人心中无私天地宽，好好做人，好好学佛，人成即佛成。我们对得起别人，人家就是对不起我们，那也是自己的冤结，好好的化解，永远不跟别人去争，不跟别人去斗，你就是一个平安的人。记住了，现在的末法时期，平安就是福啊，不生病就是福气啦，好好的念经啊。台长来一次不容易啊，我现在也是很累很累，昨天晚上给两个佛友临时加出来看图腾，好了，今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在下面带着他在逃，结果后面有很多就在追他。你们想想看，帮人家哪有不付出的，爸爸妈妈帮孩子不付出吗？要记住了，自己好好念经，自己好好学佛，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千万人都好了，难道你们会不好吗？相信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相信我们伟大的佛陀传给人间的佛法，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宝藏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次马来西亚这个法会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呢是给马来西亚那个当地的我们的佛友啊，谢谢大家，师父希望你们好好学佛精进，再见了。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马来西亚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本次法会圆满结束，祝大家。